这几张的。 我是阿旺仁钦藏族，一个土生土长的西藏包密人。不是这样子的喂。以前呢，做过很多职业，比如消防兵、司机、电影放映员。那个时候开着车放电影，跑遍了包密的85个行政村。没想到现在开始拍电影了。同志们，不要走来走去的了。感觉呢挺穿越的。最近我们正在波密拍一部有关境内的环保题材的电影，叫《山谷里的枪声》。电影里的演员大多是我们民间艺术团的本地青年，几乎呢没什么经验。去年最冷的时候呢，我们去了波密最偏远的巴盖乡，那里是波密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。在大雪中啊，拍摄森林中打猎的镜头，对他们来说是挺考验的，但是大家都挺享受这个过程。对他们来讲呢，拍电影是个特别新鲜的事情。我们这个是小成本的电影，经费也不是很富裕，所以呢，很多道具和场景是我们自己动脑子研制出来的。不能用这些火药嘛，是吧？就是只能用鞭炮来代替。这个太短了，这个太短了，这个短了，但这个估计应该来得及，是吧？其实现在的西藏，传统打猎生存方式早已不在了。拍这部电影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，直接看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想追溯一下过去，看一看我们是如何从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步步穿越到今天的。波密是我的家乡，我希望能拍出属于波密最美的景色和故事，也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能让大家知道，原来这里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为自然、为保护环境努力着。穿越西藏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故事。嗯，